저희는 여러분들을 또 최대한 빨리 만나러 올게요. 下次呢我们会尽快的来跟大家见面的 예. 그 전에 알타부지가 올 수도 있고요. 那之前呢我可能也许自己会来一次吧 네, 여러분 오늘 너무 감사했고요. 今天非常的感谢你们。늘 감사하는 마음으로 여러분 만나러 오고 있습니다. 我每次都是存着感恩的心来跟大家见面的。 우리 시원이들 말해 주세요. 한마디씩 하고 이제 또 언제 만날지 모르겠네요. 石原也讲一次，也讲一句好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所以大家都来讲一下吧。我不好意思，我马上见你们。对，然后我打算发文在台湾。 Very soon, 我们。 今天怎么样？有意思吗？律师怎么样？帅对吧？对不对？OK。 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我们 Super Junior。 不是苏巴专业，所以，OK，希望马上见面，好不好？Thank you so much, Taiwan. 西城，谢谢，西城，对对对，花花公子，对对。今天很棒，宝贝，今天，晚安。 银哥，蓝哥，再见！啊，我真爱你们。4개월 만에 또 오게 온 것 같은데요. 隔了4个月来到这里。 이렇게 떨어져 있어도 그 대만 팬 여러분은 늘 이렇게 옆에 있는다는 느낌을 받아요. 虽然距离很远，但是台湾的粉丝们呢，就感觉好像就在身边一样。항상 늘 정말 감사드리고 저희가 더 많이 여러분 만나러 오겠습니다. 真的每天都很感谢你们，我们呢会常常来跟你们见面的。感谢吗？感谢。ありがとう。 不好意思 大家真的谢谢。 좋아입니다. 자, 그래서 이제 진짜 정말 여러분께 마지막 곡을 띄워드리고 이제 물러가야 될 것 같은데요. 是的，我们现在真的要为大家献上最后一首歌，然后要退下了。所以여러분들의사랑은제마음속에담고있었거든요。因为呢，我一直收藏你们的爱在我的心里面。여기승기를뜯어내서여러분들의사랑이들어갈부분이더넓어졌습니다。因为呢，我把胆囊拿掉了，所以呢，你们的爱 有更多更多的空间放在里面了。我们包括有什么有什么的，也都足够满足，足够满足的，都不是足够满足的，有什么的，可以送给大家的，都来给你们。我们以后会带来更多的舞台，更多的歌曲，更多的节目来跟大家见面的。吴律师，哎，吴律，어떤 날인가요？银赫，今天是什么日子呢？오늘여러분과제가만난정말기적같은그런날입니다기적같은어떤그런그런들을들죠今天是我们跟大家见面的像奇迹一样的日子 像奇迹一样的日子，要唱什么歌呢？我去听，姐姐怎么？